大家好，这是发生在2024年11月30日的英国街头。这几个小粉红非常的嚣张，我们一定要记录在案的。Hi, why do you throw the milkshake at us? Fuck you. Can you reply? Fuck you. 拉滚啊！操你妈！你是不是中国人？操你妈！哎，你是欧洲人，是中国人？就是瞎马呢！滚！操你妈！滚！Why do you throw the milkshake at us? 你妈，他比中国人不会讲中国话是吧？操你妈！疯！